高里奥，挺好啊。让他去打那个洛克萨斯之手，挺好。我们来一把中单剑魔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哦，果冻真好吃。我要等我嘴好了以后吃10斤果冻。就你叫伽里奥啊，剑魔打着伽里奥就是随便打，一段 Q 杀一刀，二段 Q A 一下，三段 Q 我吃个兵我再 A 一刀，我扎你，交闪好闪，我就知道他要闪，你知道吧，我提前预判他的闪现。那伽里奥打剑魔老难打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他爹。没闪，怎么没闪？你拉倒吧，他闪了，他闪了，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一会儿我给你看回放。一段扣，二段扣 ，A 一下，链住，这没链住有点难受啊。看着有多难打呗，看不看着？打他就是这么好打，这就是扛他。那是生气了，这是想跟我干一下的，那没用的，那伽里奥根本不可能打得过剑魔，随便打。哎，血孽。他就只能放放吹风，一段 QE， 二段 Q， 链住，算了，不上了。他再传送是吧？那不怕。二段扣，三段扣，
一段扣链住，二段扣点烟，三段扣开大招平 A。我靠！怎么来人了呢？你不讲武德呀你啊！啊！Q 一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 平 A 平 A， 一下两下扎一刀 K 一下，两下三下哈里奥让你害死，对，就港 Q 二，对，就港 Q。就硬杠克，对，那连蓝都没有还杠克呢。你今天你俩一个打野一个中单，你俩啥也别想拿，这也怪我承包了。好，五级艾克还跟我在这打野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这啊，他怎么升了呢？那升的时候怎么没人告我呀？哎呀，早说你升了嘛，真是的。人有点多啊，有点狂妄了，这波狂妄了。不过好消息是咖里奥值钱了，兄弟们，他值钱了。你打不过他吗？我是更可怕的对手。大灭！好意，好大，回家了，回家能行吗？吃傻皮，哎，为什么会减速啊？我靠，木印了，妈呀，这也太猛了。木印的好快啊，
这波这 AD 全收了，我感觉。我们马上到啊！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？真是活了，那怎么跑过来个上路啊，我天哪。哎，不是，这落手从哪来的，我咋没看见他呢？完了，中路没了，中路没了，这也不让对线了呀。啊，上路610啊，我说的嘛，才看着，没关系啊。啊，玩家有个禁夫，没事儿。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算了，这不好杀呀。那怎样？你在这打野吗？你不跟我扯犊子呢吗？我还能让你在这打的？谁下路这波？AD 为什么每一回都有闪现呢？没事，我们应该不用闪啊，他反正闪已经交过了。我不用啊，兄弟啊。到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多闪现啊？漂亮，啊。赶紧回家啊，回家出我们的那个可血战斧。
然后死亡之舞，背诵了呀！哎呦天哪！这 AD 指定得让人强杀，我跟你们说，啊，百分之百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！你怎么死的？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儿，你是怎么死的？可以，万豪。哎呦，这万豪可以啊！二速血死了。这万豪可以啊，万豪。往下塔完了。就靠我们俩了啊！哦，有点膨胀了啊，这有点膨胀了。这确实不应该的，嗯。哇，这婉豪这么猛啊！这婉豪，那你刚才跟我回头干呢？你这么猛啊！狼杀，哎呀，狼了，狼了，狼了！这波确实是有点狼了啊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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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打能打能打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。咳血战斧链儿，一段 Q 一扎一刀，二段 Q，AD 死了，但我也死了。哦，婉豪可以，应该婉豪都能给收了，我觉得。先刷艾克呀！哎，真配呀，这 ADC 呀！本来这艾克都死了，太追呀！哎，你们俩还杀这婉豪啊？哎呦，我们家这婉豪行不行？还有个吉姆呢，哎，那吉姆是个傻子，不用管他。对吧，打完死啊！我是仓鼠。先别打了，先别打了。等一下婉豪啊，等一下婉豪。
婉豪快来呀，婉豪，你三件装备，你快点过来呀，兄弟，我需要你。还出门啊？来来来来来。和血战斧 Q 伞一回来扎一刀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我就没明白。看来这团战好像不能打。俺们家少个人，没法打这团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兄弟们啊！下回不打了。正面确实不太好打，你知道吧？毕竟对面卡莎伤害有点高，看看艾克能不能杀一波啊。哎呀，这艾克不杀可不行啊，特吧。哎，落后落后落后，哎呀，这不能杀呀。这可不行啊。和血战斧，进进，龙应该是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主要对面起来的人吧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打野起来了，上路起来了， AD 也起来了，俺们家呢就我跟辅助起来了。他起来的还是个落手，他有点克我。艾克呢也有魔法伤害，我估计这艾克80%搁这草丛里头吧。啊，没带，还不杀他。跑得太快了这。哎呀，还不是我的人头。700块钱还给金克斯了，你说，哎呦，那给我就好了，我们没拿到。不给他啊，这可不能给，这金克斯上一波还值钱了，挺烦的。
真的肉啊！你旁边也没有人呢，我这一看呢，哎呦我靠，大刀还通了，兄弟，那艾克打我太痛了。本来这个艾克吧，他不应该起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其实没有起来的道理，但是他混着混着吧，跟我们家野人一顿杀，还混起来了。那打野也不太行的吧？队友呢？队友死光了呀！积木，那积木一开始跟我说啥？